住鼓浪非凡，后面外马线比内有反应，外边位置仲有连连胜利，出边黄波小神仙，大外到嗰边果然侥幸，最后百零米外马线向中档紫荆嘅突围出啦，埋边鼓浪非凡，外边上嚟小神仙，大外到咗果然侥幸，接近终点啦，呢只咧外马线清脆利落啊，赢得。辛苦咧就唔好话辛苦，呢个我个工作嚟嘅，咁啊就都尽力啦，做到最好啦。实在太刺激啦，我真系忍唔住要赞佢。各位师兄午安啊，欢迎收睇中老 TV 赛马篇啊，系啊，阿肥啊，中老 TV。嗱，琴日啦，终于啦，郑俊伟毕业噶啦，咁嗰场咧外马线，大家睇住条片嗰阵时，有冇好似唐伯虎点偷香咁样个头咧，系咁样向前边，系咁样入赢啊，赢啊，赢啊咁样。外马线啦，最后啦，不负众望啦，终于咧就系赢咗嗰个帮郑俊伟赢咗个头马噶啦。咁喺度恭喜郑俊伟先，同埋另外咧，我都想讲多少少郑俊伟点解嗰个片头啦，费整得多少少时间系整郑俊伟咧？由于琴日同个其他马评家都讨论一下嘅，咁有50嘅人系中意郑俊伟，50嘅人系想佢输伤个扑街噶啦。但系马评家同我讲，佢就话郑俊伟嗰手马而家攞16 win， 其实都算系咁样样噶啦。唔好觉得人哋攞16只马赢冠军就话人家水皮，大佬你睇睇佢揸啲咩马先得噶，佢啲级数。所以啦，华人啊必须要撑一下。好啊，来季又是可以系继续贴啊郑俊伟马房嗰啲马噶啦。咁琴日咧7月3日中午时分，阿肥咧嗰阵时候贴咗一条四连环嘅，嗰阵时阿肥攞两胆拖四脚，同埋咧一二三场过关买法。呢度阿肥再一次自己今日咧今日嘅一二三场嗰个投注策略，同样我买个位置算数。点解咁样讲咧？嗱，琴日孤寒注第六场嗰时睇翻嗰个系社群啦，睇翻个社群啦，琴日第六场啊胆啊两胆啊入晒嚟噶，你知我拼咧热门就变咗第四嘅，然后咧实力哥咧最后跑第二啊，咁其实两胆冇问题，最后四脚情况下咧就系60蚊，咁我睇过咧，原来注数表咧加埋只七号仔啊22倍嗰只冷嗰只买入嚟嘅话，原零四四咧，原来咧五只马互穿匀晒都系十注嘅啫，60蚊同100蚊分别。阿肥睇翻嗰个第六场嘅四连环系派2200几嘅，咁啊冇嘢好讲，自己孤寒住咁啊抵死嘅。好啦，再拉落去望一望嘅，然后咧阿肥贴咗只咧就系混合过关啊，第一场咧创高峰买独赢，点知原来个位置都有1.6咁上下嘅，然后咧第二场嘅位置咧买特工咁啊2.3倍，最后独赢嘅爱马线毫无悬念嘅赢咗噶啦，咁呢度阿肥10蚊鸡嘅啫。如果第一场嘅创高峰阿肥唔系谂住佢独赢，系咪个位置情况下10蚊鸡都可以派70几蚊嘅？我记得噶，好似记翻条数啊。咁今次咧直接咧唔好贪心啦，全部买位置就算数啦。同样都买翻3-1位置过关啊。今次贴士啊，嗱咁第三场嘅我撑咗爱马线之余嘅话咧，我就话吕健威嗰只果然侥幸咧就串系郑俊伟今次赢马噶啦。果然侥幸啦，呢度啦10蚊鸡最后派咗53.5嘅，我记得噶。咁琴日阿肥另外都中一条细连环，系第五场嘅。咁啊条飞喺呢度，咁啊中咗10蚊鸡买嘅啫，即时啊派翻193蚊咁上下啦。咁啊都叫做琴晚有钱赢，同自己讲一讲先，继续赢马就好啦。事不宜迟啊，讲咁多题外话之后，今次一二三场阿肥位置马有啲咩心水推介咧？咁喺讲马之前嘅。我哋中老 TV 终于破咗8500大关嘅，咁希望可以实火焰之前，我希望破8800啦，咁啊醒醒目目8800，好似开开心心咁样就系实火焰啊嘛，唔好话9000咁多啦，8800啫，希望各位师兄继续鼎力支持。好啦，直接嘅一订阅中老 TV， 咁啊有啲乜嘢嘅心水嘅都可以留言一下，大家讲一讲马仔，非常之开心同各位师兄嘅一齐嘅讨论马匹嘅去马状况啊。好，事不宜迟，一二三场有啲咩位置马提供俾大家嘅嗱。今次阿肥直接系加料，直接一二三场。由于中间无端端2班1000米跑第二场嘅，咁加上佢六只马嘅啫，我觉得唔系几够厚啊，同埋咧贴得费事贴咁多嘅，所以啊一二三场直接买个位置过关啊。好啦，咁第一场5班1650米赛事全部水皮马赛事，嗱大家有冇留意？去到马季末段啦，好多马匹反而之前今个季初情况下系冇去马情况下，去到季尾咧即时啊不停咁嚟料噶。然后另外啦，有啲马匹啦，开头系咁赢马情况下，去到最后啦完全冇晒力气啊，咁啊慢慢咧又加上咧由于战绩咧又喺度嘅，搞到咧
嗰、那個叫做係獨贏啊，都唔係特別好分啦，米位置都唔係特別好分情況下，咁初段初馬季初啦，嗰啲有成績嘅馬咧，去到後邊咧，又加上個賠率亦都唔係特別好分情況下，咁啊唔買嚟冇肉食。於是啦，今日阿斐貼兩隻馬係純第一場咧，由於我買個過關就係三穿一嘅，咁第一關咧就係、是、第一場嘅五班咧，兩隻馬，咁啊希望睇邊只可以入到嚟都算好少少，費事頭關即刻斷噶啦，最緊要穩陣過關有錢贏啊！咁五班1650米賽事嘅，即時阿斐由於睇翻嗰個同程最快時間啦，全部水平馬都好難造就到係1分39秒呢啲馬噶啦，咁最後。阿斐揀無可揀情況下，就揀咗係8號嘅日日靚同埋12號嘅紅桃巨星，就係、是、今日呢一場嘅就兩隻位置馬啦。好，首先講翻就係8號仔嘅日靚先啊。嗱，日日靚咧，其實開頭咧噴火龍咧，我都想揀佢嘅，但由於已經8歲馬，加上近期立輕磅情況下，巴道啊或者其他人田體安察騎情況下都是遜色啊。你睇翻啦，贏嗰次啊当啊，嗰时田泰安咧系131磅，嗱咁啊死啦，6.1倍，你买个位置嘅都唔会好分啊。虽然话降班落到之前升咗上去4班跌翻落嚟，因为输8个嘅马位，今次啦又试去翻5班情况下咧，由于嗰个赔率你见到啦，田泰安131磅一档情况下赢足咁多情况下暴晒光，今次啊继续热落去噶啦，加上啦你见到啦，今次梁家俊唔系田泰安，梁家俊副榜多20磅嘅情况下，你加上你睇翻。就算跑一档情况下啦，田泰安当日拆骑，同埋近期啦，睇翻谷草1600、1800苗里德马房嘅一个拆骑指示，都系留后丁咁多放嘅。咁1650米赛事咧，发觉只马匹其实后边拆骑嗰下咧，亦都唔系话非常之好啊。加上开闸嗰下，亦都好似只马咧系留后为主嘅，所以啦，重磅咁多情况下咧，上次已经赢咗噶啦，咁啊6.1继续跌落去，嗱5.几苗霍云星15.6嘅，咁呢只马你买个位置过关，亦都唔会特别好分嘅啫。所以咧喷火龙我就唔要嘅，反而啦日日靓大佬近期啦跑翻谷草嗰下不停咧30几倍啊，18倍、14倍、22倍嘅，咁我希望咧呢度咧有3.几左右个位置啊，或者2.几个位置噶啦。八号仔日日靓，方家柏咧配何泽尧。谷草嚟讲，必须相信何泽尧啊！另外啦，有样嘢，我由于近期睇翻啦，佢签呢只马，方家柏之前俾霍云星啊、布文啊或者陈家希拆骑嘅情况下咧，唔系成劈屎嘅，点解突然间多次唔用何泽尧之后，今次啦，去到上次啦，778谷草1800米赛事，6月28号，即时啦，见唔见到啊？即时有翻少少起色噶啦。第十名七档情况下，第十名啊，然后最后咧仅仅输咗3/2嘅马位。嗱，虽然当日系22倍独赢嘅啫，咁啊加上呢只日日靓咧，今个季马季咧完全冇成绩情况下，大佬嗱睇翻只同程嗰下嘅八号仔日日靓啊，只要系1650米赛事，全部基本上都系俾翻系何泽要拆骑噶啦，同埋今次咧0044咧都算系轻磅咗嘅跑二档。呢只马多数跑内栏嘅情况下，你见到啦，佢今次完全全上次啦跑二档情况下最靓时间噶啦，1:40.8嘅150啊，上年嘅11月9号嘅，当时咧系122磅，今次咧114磅啊，都跑二档情况下系最好嘅时间噶啦，直播率极高少少嘅。另外啦，讲多样嘢，见唔见到佢全由个马季初到而家咧，全部都控制喺1:41左右啦。所以只马其实咧冇乜话系特别退步噶啦，然后咧强配咗何泽尧咧日日靓黄牌咗情况下，我觉得呢只马可以买个位置，我觉得机会特别高嘅。加上咧1650赛事内栏一定优势啊，然后啦加上你睇翻多少少全部马匹全部都系唔多掂嘅情况下，见唔见到全部都唔多掂嘅情况下，嗱自己睇翻多少少噶啦，我就唔多点讲啦，想快讲少少噶。何泽尧咧跑开只日日靓啊，方家柏马房呢只马。最主要嗰个路程啊，无论系谷草又好，田草又好啊，或者泥地都系好啊，你大家可以慢慢啊，呢度俾个大家慢慢望一次嘅。佢1600米咧，其实咧佢唔会特别大堕后噶，嗰个马群马位啊，所以咧一去到1800咧或者系2000米打后咧就全即时死晒啦，拉得太远啦。然后1200米咧，由于只马嗰个拆骑指示咧系留后放少少噶，所以咧太短亦都唔得，太长亦都唔得，1650米刚刚好啊。嗱，睇翻啦，全部都为主，都系跑1650米赛事嘅啫。所以啦，有战绩情况下，八号仔又靓，我觉得咧何泽尧啊，跑呢只马系入批机会特别大啊，所以拣咗佢嘅。咁由于啦，呢只马今个已经系今个马季初咧，由上年嘅12月上
上年啊，2022年嘅九月份开始跑噶啦，咁我惊佢就跑到咁上下已经太攰啊，七岁马噶啦，都算系攰少少噶啦，所以我唔想第一头场已经系断咗嘅情况下咧，我拣一只马嘅，就拣咗只十二号啊，最外档嘅就系十二号咧，红桃巨星。1650米赛事最外档情况下有冇输蚀咧？嗱，睇翻最佳同程嗰下，十二号嘅红桃巨星咧有两次冠军、两次亚军、三次季军嘅，咁其实咧都有少少战绩。加上入嚟望一望呢只马匹，虽然百岁老马，但系同样都系喷火龙百岁老马情况下，我反而觉得最外档呢只咧红桃巨星咧可以入披机会大啊？点解咁样样咧？嗱，只马其实咧买个位置亦都非常之好分头嘅，我觉得相对性都有二三倍嘅啦。同埋多次慢步速情况下，大家记住啊，慢步速情况下揿一揿嗰个同程嘅，你睇翻啦，时间都系慢慢咁样进步上去，见唔见到1650赛事？嗱，去到五班咧，肯定水皮马赛事噶啦。咁点解我对只最外档十二号蚀晒张嘅红桃巨星有希望呢？今次个磅数咧系115磅嘅，超轻磅噶啦。加上啦，你睇啊，你睇翻就系拍开谷草千1650米赛事情况下，揿翻个同程，你就知道只马系进步咗唔少噶。大家揿个同程咧，望到啦，只马匹啦，21年啊，或者其他时间段啊，都俾翻啲比较系冷门少少骑师噶，黄浩南啊、黄俊啊、陈家熙啊、梁家俊呢啲噶啦，你全部啦，全部都系死晒火嘅，赔率咧亦都有试过200几倍添噶啦。咁啊，最新嗰次由上年嘅6月25号啊。副榜133磅咁重嘅，比何铭连拆嘅情况下，肯定系死多个生噶啦。所以咧，最后咧都输咗好多马位，但系咧时间同对比其他嚟讲，叫做进步咗噶啦，1分41秒8嘅。今次啦，你见到全部嚟讲，睇翻啊，只马匹喺慢步速情况下，大家睇翻啊，佢田草或者谷草嚟讲，全部自己慢慢睇翻嘅。田草嚟讲，攞翻今年3月份开始啊，填咗千世米嗰下轻磅情况下，最外档14档嘅。当时咧12名最后咧就系变咗系1/4个马位嘅啫，然后啦8档情况下嘅轻磅情况下都系第9名最后输咗2个几马位，13档外档情况下即时巴到杀骑翻啦，轻磅情况全部都轻磅情况下都更加输2/4个马位，12名开始嘅最新嗰次啦，何铭连拆骑118磅啊，然后咧12名情况下输咗6个几马位嘅。咁由于今次咧揾翻咧谷草嚟讲，涉内栏肯定系非常之好嘅一个骑师，就系巴道啦。咁巴道咧，如果系报名咧，觉得会热少少啊。反而揾翻巴道咧，115磅，贪多减多3磅，仲要系减多3磅添啊。所以啊，呢只十二号嘅红桃巨星咧，由于就算慢步足情况下，最后都输个马位，唔系输特别多，仲要系千二咧，佢系输得多少少。千世咧，佢又唔系输特别多、啊。今次啊，真情到1650米赛事啦。加上啦，今即呢只马季系今个年上年嘅今个马季头啊，系2022年嘅11月先至开始跑嘅啫。咁所以啦，其他马匹已经系9月份啊、8月份开始跑，或者10月份开始跑。呢只马系马季初嘅，由上年嘅11月开始跑嘅咋。咁其他水皮马赛事嚟讲，呢只马相对性出赛冇咁多啊，咁啊叫做唞翻咁上下啦。所以今次啦，7月6号啊，足足唞咗一个月情况下再出赛咧，十二号嘅红桃巨星，包括埋呢只咧就系115磅轻磅嘅巴道啦，所以啦，我觉得亦都系入披机会大噶啦，所以头场啊，两只马匹就系8号仔日日靓，呢个咧内档有一定优势，何泽耀。另外贪嘅轻磅，同埋咧近期开始就系有翻少少战斗力嘅，就系十二号嘅红桃巨星留后方啊，同埋咧最紧要系轻磅啊，脚骨力好少少嘅就是12号红桃巨星啦，呢度直接两只马买个位置嘅。好，第二场嘅2200班1000米赛事啦，一只马算数，拣嚟拣去，其实咧最后拣咗嘅，由于呢度咧买个位置得两只马系叫买位置嘅啫，冇第三只马噶啦。然后咧12名情况下啦，我觉得强伟达希威森必定嚟料啊！睇翻只5号仔嘅当家精神，我买位置嘅咋，我买位置嘅咋，我唔系买独赢嘅。好啦，睇翻啦，伟达马房，如果成日睇中老 TV， 听阿飞讲得多噶啦，伟达咧只马调教好，觉得去马机会大情况下，就会揾翻佢个主帅啊希威森过嚟拆骑噶啦。嗱，睇翻啦，今个马季初到而家毫无俾过系希威森嘅，点解今次俾翻希威森呢？肯定嗰只马去马先至俾佢啫嘛。同埋啦，睇翻只马匹，全部喺200班1000米赛事情况下，田草又好，谷草又好啊，佢唔系输得特别差噶咋，仅仅输噶咋。同埋今次咧，同樣攞翻係120
磅輕磅嘅，全部之前俾翻田泰安又好啊，何美連拆騎情況下都係127磅、118磅嘅。贏馬嗰次啦，田草1000米賽事直路賽喎，跟住直路情況下432田草1000米賽事贏咗個短頭嘅。咁最新嗰次咧，田草1000米賽事695啊，喺5月28號啊，即時證明多一次嘅，僅僅輸咗係負1/4個馬位嘅啫。所以呢只馬係爆放起身咧，係毫無問題嘅。記住喎，直路先賽1000米喎，加上啦，今次跑嘅係谷草1000米啊，轉個內彎嘅，同埋今次跑咗嘅，記住係三檔谷草內欄嚟嘅，所以咧各方面嚟講都覺得係一定優勢啊。所以五號仔嘅當家精神咧，我覺得偉達配咗希威森，我覺得去買機會大，直接買呢度咧，去買佢就位置算數啦。呢度第二就係第二場阿比貼士啦，其他馬匹唔貼啦，貼只我覺得有信心嘅馬匹啦。好啦，然後第三場嘅5班1200米賽事啦。五班千二米，记住谷草千二米一定是1/4算数。点解呢？请睇法呢，自己睇返全部谷草千二米赛事啦。统计资料嚟讲都是1234档嘅啫。咁呢度呢直接呢今次阿匪呀第三场嘅五班千二米赛事呢1/4情况下，最后由于2/3/4档呢阿匪呢都系西咗情况下啦。最后啦 ,34% 入批嘅，同埋呢同情啦档位嚟讲骑师啦 ,43% 入批嘅情况下嘅，就系呢只怪兽蒲侠嘅。谷草啊 ,1200米赛事啊，阿匪睇返个时间标准呢有1:09㗎，呢班五班嚟讲多数接近1:10嘅，因为已经系跑到系十科宴前边最后第四场啦，所以好多马匹已经造就唔到1:09情况下 ,1:10 嘅马匹有啲咩马呢，最后由于1234档啊，去马机会入批机会大啊，所以最后我揀咗嘅就係一档輕磅115磅嘅巴道河梁呢隻呢12号怪兽蒲侠。所以最后阿飛揀咗嘅就係一档啊12号呢隻怪兽蒲侠入批机会特别大啊。嗱咁样嘢大家望一望㗎啦，就係、是、嗰个同情㗎啦。1/10情况下有啲咩马匹呢，呢隻11档两次11档情况下抽咗个签都係11档外档情况下 ,1/10.6 同埋1/10嘅全部慢步速。巴道都系两次都系巴道七骑，125磅搞唔掂，116磅都搞唔掂。但今次点解我觉得佢搞得掂呢，嗱，赔率呢两次啊，都40几倍、30几倍噶啦。但系睇翻全部情况下咧，你见到啦，谷草1600米黏底情况下，近今日发生咩事啊？落紧雨啊嘛，听晚啊都可能湿湿地，去到后边咧，机会落雨都机会大啦。变化地情况下咧，轻磅嘅河梁一档啦，咁啊肯定有优势嘅，同埋。都近期啦，五班马必须咧六甲嘅马亦都要去买一下嘅，因为啦飞数支持，肯定有啲原因先至系咁不停咁6.5嘅飞甲，同埋上次啦黏土1600米谷草1600米黏底情况下都系输咗。当日呢一场咧741咧你可以做个标准噶。点解咁样讲咧？6月14号741呢下谷草1600米黏底情况下，其实咧只协奏谷0/4/4系赢太多噶，咁赢太多情况下。大家睇翻就系七号仔嘅美丽新星同埋怪兽蒲侠，其实争得唔系特别远嘅啫，两只都系外档马情况下嘅，争得唔系特别远。你记住河梁啊，嗰只马匹系116磅巴洛七骑啊，然后潘顿咧系124磅嘅，喺咁蚀张外档情况下，佢都可以同只美丽新星咧可以去争个你升个户情况下啦，同样都系10倍嘅啫。所以你见到今次攞咗一档啊内完全全最靓档位情况下，呢只马可以俾一次机会噶，同埋睇翻系呢只马匹。谷草1600米情况下，你见到啦，都唔系输得，即系拉个马群唔系输特别多嘅咋。所以啦，阿匪由于相信千二米咧内栏一定去马机会入批机会大情况下咧，咁啊最后加上上次黏底啊输俾只美丽新星咧，亦都唔输特别多。我觉得上次12档蚀咗蚀晒所有情况下，亦都可以系有咁嘅战绩情况下，今次攞翻一档咧，肯定系 OK 嘅。所以啦，阿匪第三场要咗一只马，为咗一只马机会马，入批机会马就系12号我嘅怪兽蒲侠。咁呢度呢听日一有赔率之后即时买就算数。我由于买个位置过关嘅啫，咁啊唔需要睇到最后㗎啦。听日我会出飞俾喺社群嘅，大家留意啦。好，讲多次，第一场五班就係1650赛事，揀咗两隻马。八号仔日日靓 ,12 号红兔巨星买位置。第二场二班1000赛事，五号仔当家精神买位置。第三场一隻马 ,12 号一档嘅怪兽蒲侠买位置，三穿一位置过关，就係、是、咁样。好，多谢各位师兄嘅鼎力支持啊！中老 TV 希望可以过到8800大关啦，记得订阅中老 TV 啦，系咁，拜拜。